环楚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琅琊也。这里群峦叠嶂，绿树葱茏，这里万物竞生，鸟语花香。古老的楚河川流不息，缘起晚钟，汇注长江，谱写了这片广袤土地的璀璨文明与历史辉煌。这里林幽鸟乐，山清水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佳境。安徽康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就诞生于这座美丽的城市滁州。成立于2017年3月的安徽康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全球试用军生产企业，提供制造工艺、核心装备、物流传输、系统工程集成解决方案的综合化试用军装备服务商，产品应用于试用军、茶叶、食品、保健品、药品等诸多领域。企业核心产品有接种机、装瓶机、盖盖机、打孔机、三筐、四筐、六筐机械手、开盖机、刀式挖瓶机、气动挖瓶机、扫菌机、清洗注水机、生鱼式卸载机、搅拌机、自动采收系统、自动称重机等。品质是企业的生命，康乐科技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向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为己任，以精简的工作流程、精良的制造工艺、组织精益生产、高质高效一号争先，在品质服务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诚信、勤劳、务实、创新，中国人固有的精神内在被康乐人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台台凝聚着康乐人智慧和灵感的精品，使得康乐品牌经得起长久的市场考验。目前国内试用军行业包括众星军业、雪龙生物、星河生物三家上市公司在内的规模排位前20的大型工厂，都已采购列装的公司产品。康乐科技不断创新，为国内包括中粮在内的一些茶企和保健品生产企业研发了若干条自动化生产设备和流水线，拓展了新的市场方向，完美诠释着尖端科学技术的领先。人才队伍驱动着康乐的进步，先进科技赋予了康乐开创的力量。公司核心团队百余人，在享有国际盛誉的韩国 MR-EN 机会社、西门斯、鲍氏等知名企业，他们深耕高端制造装备研发数年，开发生产的试用军瓶塞自动化生产成套装备系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只有最尖端的技术才能为试用军产业提供高效的服务。康乐科技长期与清华大学、中科院、上海交大、德国菲利克斯电气工程研究院以及西门子物联网研发中心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原动力。韩国 MR-EN 技株式会社、昆山母西龙机械有限公司、吉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康达传输设备有限公司等多家康乐科技的子公司在国内外迅猛发展。作为试用军自动化行业领军企业，康乐科技全面推行大平台合作战略，打造集技术、资本、人才于一体的创新与产业生态圈，实现智能产业裂变发展，助力中国制造2025诚信、团队、尊重、创新、感恩。企业始终把信守承诺、执着追求、创造客户价值、注重员工成长作为企业核心价值理念，把用智能化和大数据引领农业和食品自动化的变革作为崇高的使命。从一个信念出发，经过20多年的发展蜕变，安徽弘毅科技控股集团创建安徽康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从安徽走向世界，只因一种追求，一种坚持。
之力，是历久弥坚的积淀，更是打醒天下的见证；智力，是胸怀世界的气度，更是筹谋未来的深远；不忘初心，职业报国，康乐科技的愿景，是成为全球视讯行业自动化集成方案领航者，将以智慧和情怀，专注且专业，为全球视讯产业装备升级以及共建美好的智能互联世界砥砺奋进。我们要做全球最好的视讯设备，这就是我们的承诺。안녕하세요원래부터기술력과자금력을바탕으로앞으로여러분들에게최선을다하고자머시롱이변화가생겼습니다앞으로머시롱이든康乐等제가사랑하고아끼는조직이니지금과같은관심과성원을부탁드립니다그리고언제든지저의도움이필요하시다면제힘이닿는그날까지최선을다하여여러분들을위해뛰겠습니다10년이상업계버섯업계에서일한기술을토대로여러분에게보다나은기계를만들어보답하겠습니다